我叫杨立刚，来自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海南岛。常言道，人过四十天过五，但是我想，人什么都可以失去，唯独不会也不应该失去的是自己的信念和意志。我将继续我的环保理想，我的环保道路。那么，我要用自己的点点滴滴、日日月月，去追寻童年时代那份对自然美好的记忆。那么用自己的实践去面对严酷的现实，那么用自己的努力去迎接美好的未来，这就是我的绿色梦想。